正言法师哈是对社会哈非常有志者哈，非常有志，然后有善意有善心，对社会非常的照顾，他对我非常的亲切跟非常的照顾。在买疫苗或买疫苗期后，我跟他也视讯过，那也亲自也拜访过他，也跟他一起用过早餐，没有所谓什么翻脸的事情。正言法师对社会非常的爱护。那不然您觉得现在大家会相信您的说法，还是相信慈济的说法？慈济没有，慈济有特别声明过，没有所谓这些相关的事情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刁难的话，为什么需要总统出来揭晓？什么东西？如果不是下面的人刁难的话，为什么需要总统出面来揭晓？总统有时候在处理有时候不好处理的事情，那总统出面来处理，让他能够顺利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不管怎么看，中国官媒说九二共识只有一中没有各表，不党的态度。我想这是本来大家就了解的事情，只是有的一直沉迷在自己的幻想里面。下一题好不好？下一题好不好？一个人不要问那么多题了，我们给其他的业者哈，其他的同仁好不好？这个双北的合作大概什么时候会进行？因为现在跟民进党之间其实好像已经有成立一些政治人效应。对，但我想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步骤，哈，然后我们两边的竞总里面一定会商量，把这个步骤安排好来。不好听，那大家想问一下，国民党团总召曾铭宗那时候开议后，会借由预算审查的机会来揭露弊案，会不会觉得这是要把矛头指向你来打选战？我想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职责了哈，那不过就说不要问过以后又忘记了了哈。谢谢。谢谢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说法都不懂的问题了。谢谢。哦，你竟然会问四五条，你都问我个屁呐！陈时中他也澄清，针对了这个慈济基金。